快宣御医！淑妃，陛下来了。没有礼法的东西，陛下来了还不快迎驾？ 参见陛下。没死，既然能爬，朕的旨意就照不了你了。臣妾万死。朕看你的规矩是白学了，出去跪2个时辰，好好的静思己过。启禀陛下，淑容妃虽然这时还动弹，但已经不堪折磨。 您再这样折腾他，今日不死，明日也死了。碧红，陛下看，淑容妃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朕是一个刻薄寡义之人？臣妾有罪在先。 臣妾甘心领罪。陛下，这……快，宣御医！ 薰御医，快快快！如何？淑容妃每日服用良药，体质与药物相冲，是以饥寒发作起来，只怕是绞肠刮腹，疼痛难忍，能坚持到今日，已是不易。即使如此。 你们为什么不早说？陛下息怒，医佐以往也曾问过，但淑容妃只是说无碍，臣意。如今唯有慢慢调养，驱除饥寒，臣等会每日来玉安宫为淑容妃送药诊治。罢了，你们开方自治。遵旨。臣立即去开方熬药。